新兴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建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岭南最早建县的地域之一，民风淳朴，朴而少华。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水米村出了有鬼状啊？某日步步长吧。叶继壮，原名玉年，字耀州，1893年在新兴县六祖镇水梅村出生。幼年失去了母亲，由父亲和兄长抚养长大，从少便耳濡目染了父辈们质朴勤勉的优良传统，秉承了他们精打细算、简朴持家的理念。1900年，叶继壮在家旁边的私塾读书，年龄稍长，转到村里的明德学堂学习。叶继壮自少勤奋好学，成绩突出，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在明德学堂学习时，一位叶姓老师发现叶继壮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好少年。1912年，受家长委托，叶老师带着小学毕业的叶继壮到省城广州求学。叶继壮原本想报考军校，无奈因个子矮小被拒。同年9月，叶继壮考取了广东公立法政学堂。在广东公立法政学堂期间，叶继壮学习到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夯实了日后从事红管家的基础。与此同时，叶继壮通过大量阅读报刊，以及在广州耳濡目染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状况，认识到了时局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的弊端。尤其获知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后，萌生了向往革命的思潮。1914年毕业后，叶继壮在汕头当半年实习法官，在新兴县政府任半年总务科长，随后从事新闻和教育事业，创办了新兴月刊。他在新兴月刊和云林通讯社发表论文，介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前后新兴的社会发展喜人的变化。
就是有学校的调咧，当地的调咧乱了。阿钟叔咧，也经常写信嚟俾我阿爸嘅，又知道我哋响海南。咁样佢初解放嘅时候咧，派人嚟揾我哋。那些工人群众啊，都喜欢啊围着他听他讲革命故事，而且他的文笔又很好，所以每个人说：“哎呦，真是高才啊！”每个都表扬他，都赞扬他啊。所以呢，这个《四季平报》啊，在江门来讲啊，就得到了很多群众的赞扬。1927年啊，蒋介石国民党叛变了 啊，就来围剿。啊，我们四季平报，因为四季平报就是党的机关报，党的喉舌，他们呢就很忌讳，啊，那些啊国民党的这个特务啊，就跑来要清朝，就叶锡壮当时啊刚刚从那个楼啊二楼下来，就两个国民党特务了，就问叶锡壮，哎，你看见叶青天没有？叶锡壮说，哦，他在楼上，哎。那两个特务马上就跑到楼上去，叶锡壮一看，看见这个情况不妙，马上就跑了。但是我外祖父呢，就把叶锡壮跑到啊我们那个祖家去，就是在这个教头。1929年3月，叶锡壮留在香港鼎新小学任教。兼香港小日报总经理和编辑。同年9月，香港小日报被香港当局查封后，中共广东省委调他与张云逸往广西负责扩建红军。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仁、叶锡壮等率领部队到达广西百色，为起义做准备。1929年12月3日，叶锡壮参与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和右江根据地，被委任为红七军军部财经委员会主任兼经理处处长。叶锡壮部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很老的党员，1925年入党，做了很多的革命工作，1929年参加了这个广西百色起义。邓小平同志、张云逸同志他们领导的成立了一个红七军。那么叶锡壮部长呢，在那个时候是这个领导当中很重要的一员。1929年12月11号白色起义胜利，那么整个右江苏区都沸腾起来。第二天就12月11号，红七军在这个当时经理处你所在地驻地粤东会馆的门前举行成立仪式，叫成立大会。叶锡壮参加了这个大会。那么红七军成立一个星期，也就是12月17号黎明，桂溪湖湖粉，在趁着这个北社城红七军力量啊，城防啊薄弱空虚，所以突营之间呢、啊。突然袭击啊，白色城，所以一股土匪啊，几百人啊，已经打到了粤东会馆，也就经理处的驻地。那经理处啊，全军的这个经费啊、物资啊，都在经理处啊。所以如果经理处被土匪洗劫啊，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经理处的，就是经理处长叶锡壮和特务连的李廷庸，是吧？带领。100多人，是吧？就是坚决阻击，坚决阻击还挡不住啊！土匪的进攻啊！叶锡壮这个时候急中生智，所以就命令啊，这个子弹员啊，从那个楼上抛下几麻袋的关押，关押落地啊，那土匪们啊就忙着抢钱了，所以趁着土匪抢钱捞钱的机会，就这个。瞬间的战机叶锡壮和李廷庸把握好了，再带领部队一个反冲锋，把敌人打伤打垮，是吧？最后协同其他部队把敌人赶出北社城。这次战斗啊，也这个体现出
在这个叶继庄文武兼备，这个将军上与这个将场的支配。莫华他生前回忆，他就是讲的叶继庄吴建辉大将还教他们怎么在行军远征转战途中做好这个筹集粮饷的工作。叶继庄正确的执行让这个军前委和军部的决定，那么创造性的执行中央让关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治纲领，也就是执行这个我们的右江土地法暂行条例和红旗军前委军部做出来的一系列的决定，那么就要保证了我们红旗军这个基本经费要有保障，让武器弹药要有补充，所以在这个当好这个家。
阶级状况，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在财经工作方面，他是老前辈、老首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阶级状呢，被誉为我们人民军队的红色管家。他呢，有很多论述和专著载入史上，那他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我军一定在战场上千方百计地抢救伤员，不遗弃一个伤员，这成为我军光荣历史，也是成为我军的一个政治优势。所以在战场上，我们战友情如兄弟，情同手足，为了救人战友不惜牺牲自己。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啊，能够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很重大的一种精神动力。我觉得叶玉壮老前辈啊，当总后勤部长期间留下的传统，永远值得我们发扬。有很多物资，他都作为战略物资
不许卖给中国。所以这一项呢，也是我们叶基庄部长领导之下冲破封锁禁运的一个重大胜利，是西方解决禁运的橡胶。新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步走上正轨。
制服，也不会去奢求什么对呀额外的那个平安就好报酬。嗯，大家你读书读完书呢出来工作好好去呢就发现他一种精神，入贵商就新中国贸易部部长洪管家。